这边一个是从来没来过的新的地方，这个样子的，然后可以坐船，还有瀑布，这里是瀑布，我们又全家人出来旅行啦。哦，这个就是瀑布，看爷爷奶奶姑姑们全都在。在那边自动贩卖机。啊，这个瀑布，很多人在这边拍照打卡，我都不知道怡保这边有这么好的瀑布。在这边排队等上船，要坐船啦，热不热啊你？这么大的一百，这么大的一百号啊，这么大的一百。在这里排队啊，在这个湖里绕一圈，坐在这里等开船。人不多，船开啦！哇，这里就是传说中的马来西亚版的桂林。哇，舒服了，有风了，爽吗？爽吗？那边水呀、啊！我们全部人，外婆、爷爷奶奶，来这里绕一圈。这个地方叫这个名字。船才3块钱一个人，小孩还不用钱，开心啊！下船啦！往前走，你在捏它。这个是房子，那个猴子的。头放进这里看，来试一下。哎呀！里面像个小的公园，迷你公园。你可以爬到最高。对啊，那边还有个塔。走在这里走走散散步。哇，这里我们是第一次来，这里的环境好惬意啊，360度拍一圈。全部人在前面，在太阳下面晒晒太阳，走走散散步。哦，这里还有猴子，这猴子站在恐龙头上面，我们全家在这边休息休息，等一下还要坐船，还要再坐回去那边。啊，小孩子是最开心的。儿子带，乔治带全部人去看鱼。啊，在这边看鱼，里面的鱼真的都超级大呀。那个四脚蛇，四脚蛇要吃鱼，在那边等着四脚蛇慢慢的游过来捕鱼。全部人都在拍这个，等那个四脚蛇。那个好了，在那边走了走了，他走了，跑掉了，不抓了。你要坐哪里？现在我们回城了，坐在这里啊。可以，我们坐在这里吧。这里有鱼吗？看看。哦，这里没什么鱼，我们回城啦。再来到了怡保的旧街场这边去吃老黄芽菜鸡，我们一车人走喽。啊，老黄这个队伍太夸张了，这个队伍。看，现在买8个豆腐花，7个豆腐花，干嘛？最后我们选择来吃新扬威的酸菜，看着感觉就很好吃哦。对，这个是经典烤鸭，然后这个是琵琶，这就是人了吗？对，那个琵琶鸭，妈呀，烧肉，烧肉，烧鸡，然后开始吃饭啦。我们吃完了，然后出发下一站金马仑，走啦，去金马仑啦。我们 check in 了民宿，还是上次那一间，有2层的，因为我们人多。你的阿奇呀、
还是上次那间，楼上是花园，有很多个房间。现在去三明饭稍作整顿，我只吃了个泡面，来的路上把饭吐完了。我要准备好了。你准备好啦？放烟花去啦。下雨，为什么每次来金马伦都下雨？来，我们来听他这边逛。对。外面雨还没停，调制完一会儿，等雨停了，我们就放烟花去了。这是小夫妇这边有卖的蛋卷，还有这个厚切酸奶，还有这些蛋糕。又买了这个黑草莓了，这已经是第四盒了。不知不觉一直吃一直吃，然后就会吃越吃越多，洗干净了。这次宝宝放了，快跑快跑快跑！现在越来越多人在放烟花了，这个会飞吗？会会会哦，那小蜜蜂会飞。灿灿，你试一下看，你的小蜜蜂会飞吗？不行啊，你的不行啊，人的问题了，所以是。我妈讲我老公买的那个烟花一分价钱一分货，不是太便宜了，不行，人家的能飞起来。哦哟。我跟乔治在民宿里，其他的全部人都出去逛街了。那我们去二楼看一下，上次记得二楼是个大平台啊，还是这个大露台，你记得吗？之前来过的，这里二楼一个大露台，可以看到下面金马伦，现在很多雾，我什么都看不清。睡完觉了就是关掉冰柱。哦，你很冷啊，脚脚冰柱了。我们退房了。外面还在下着大雨，倾盆大雨啊。然后我们在这边吃我们的早午餐。这家店之前有来吃过的吗？这老挺好的。还没来得及，刚才就已经全部吃成这样了。我们现在去到棒哥岛的半路，来这边看一下这个庙。你看这个天好像要下雨了。哇，这里的风很大，你有看到大海吗？那边是大海，面朝大海的一个庙。这边全部人都在拿袋子装水，不明白这个装水是干嘛的。乔治也跟风去拿个袋子装水。哦，还有人在那边洗手。那这个袋子装的水是去洗手的吗？不是很明白，有什么谁懂的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。乔治也拿了一袋子水，买了这个光饼试一下，猪肉的，还有其他几个味道。哎，青饼，嗯，很好吃。哇，这里香火好旺盛啊，好多人，还有很多吃的。走，我们走山洞。有个山洞，这里小孩也很多。乔治也在拜拜，好，插上去吧，拜完了，能插得到吗？可以哦，可以吗？不能的话，我帮你一下来，我帮你插，好，插好了，继续往前走吧，去前面看看。乔治继续拜，拜拜吧，两个手合十，拜二。佛教是双手合十，然后插上去吧，可以吗？我帮你插，够得到吗？因为它够不到身高，我来帮你关。好，这集走吧，下一个。这个是龙的嘴巴。乔治想进龙里面看看，我们进去看看里面是什么。从这里进，这个是门，那边是尾巴是出来的。哦，从这里进去。是这样的，这里是十八层地狱，这个龙的肚子里，你害怕吗？怕。